我唔记得咗。吓，边度系啊？唔系，哦，我嘅另外一个，我呢个唔系 necessarily 系咁样。吓 ，necessarily 系咁噶？英文字咯，我脑里面多啲英文字咯，中文好似冇乜。哇，好嗨啊！好白痴啊！哇，白痴到呕啊！哇，我好食到呕啊！哇，醉到呕啊！呢个系有料，有料，有料。哦，有料少啲喎。有料有啊，有料系学同事咯，其实系同事多啲，佢自己学埋有料喎。系，我成日都形容啲。同埋咧，佢即系譬如。牛定豬咧，佢唔係講定係嘅，佢係講定係。你講一個，三個。OK， 好啦，我夠啦。講完麵包，佢乜都中意食嘅，佢好為食嘅。都啱。叉雞飯咯，pasta 啦。叉雞飯少啲咯，係咩 ？pasta，pasta，pasta。麵包啱唔啱啊？都可以咁講嘅。阿盧廣仲啊，John Mayer 啊，Eva Cassidy 啊，就我要講下佢嘅 Jason Mraz， 豆多，英國，英國，唔知咧，俾大家繼續估下。我哋冇咁樣。喂，你有冇搞錯？佢鬧交。我諗唔到，因為我哋即係唔係鬧交嗰啲。好難啊！好難啊！呢個問題，但係冇喎，唔會話我嬲你。我嬲 Candy 唱歌唱得太好聽了。哇！我嬲 Candy 彈吉他，我嬲 Robin 瘦得滯咯。我好嬲，我唔嬲啦，唔該。我由出道到而家都係同一個磅數，我都唔明點解你話我同。佢好善良，好人啊，真係好有愛。佢都好善忘咯。你好喜歡我善忘的，是不是啊，即是我覺得不是我覺得你不是啊，即是很多很多東西即是過了他就不記得了，但是你幫我帶兩份。不是那些善忘，那些善忘我不喜歡，即是一些 emotions 方面的善忘，或者一些事件的善忘。他是會對別人好過對自己，永遠想別人先。有時可能其實即係對自己可以唔使咁苛刻咁樣咯，係咯，我係對自己幾苛刻嘅，覺得自己唔夠好。我覺得 Candy， 其實我呢樣嘢我唔覺得 Candy 需要改善嘅，即係譬如 Candy 佢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啦，好至唔好啦，唔同日 catch 到佢咧，佢就會有唔同嘅佢出現啦。咁有時候咧，我就要接波的時候我就要不知道怎麼接，有時候因為 Candy 每天都不同的 Candy 的，但我覺得這件事也是他特別的地方，也是因為他也是他寫到歌，就是寫到他寫的歌的原因，所以我又覺得不用改。靈感呢？寫歌的靈感呢？大家有沒有這裡這裡又有這裡這裡